顾大师，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休怪老夫无情了。父亲。 赵明，你干什么？父亲，为了小妹的婚姻就要动手杀害无辜之人，您未免也太武断了些。你给我让开！我不能让，我让你让开！你个逆子！ 赵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阿瑶，你没事吧？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？ 既然没事了，天色已晚，将军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太子殿下，末将稍留片刻，我有些话想要与他说。将军乃是外将，与本宫的掌事叙话，怕是多有不妥吧？还请太子殿下行个方便。 让我二人单独叙话。好，那本宫不耽误你们叙旧了。阿瑶，你终于肯饶我了。赵明哥哥，我……阿瑶，真是太好了。 顾家园区一席情，阿瑶，虽然我未能帮过你什么，但我真的替你高兴，你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阳光之下了。